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美国节目。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约瑟夫·二拜登的辉煌与挫折交织的政治生涯。曾经年轻有为的拜登，如今被认为太老而无法获胜。他在一次刀刃般的选举中赢得白宫，但四年后在一场辩论中失去了他。这位八十一岁的总统经历了无数悲剧和失望，现在面临民主党的抛弃，党内领导人公开呼吁他让位。 拜登的生涯从一九七二年当选参议员开始，经历了妻女的意外身亡，在婚后重建家庭，在参议院度过三十六年，参与了两次最高法院提名的争议，两度失败的总统竞选，直到最终成为奥巴马的副总统。他在二零二零年成功击败特朗普，并在任期内取得了一些惊人的成就。然而，年龄成为了他继续担任总统的最大阻碍。 拜登本想在一届后让位给年轻一代，但政治形势和对抗特朗普的决心让他决定再次竞选。最终，他无法逃避心碎的命运，也无法再次挑战特朗普。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华盛顿的政治舞台上，约瑟夫·罗宾内特·拜登二世的半世纪职业生涯宛如一部充满波折、胜利与悲剧的史诗。 如今，这位八十一岁的总统，在他的跛脚鸭总统任期的最后六个月中，独自迎接着一个政党在他眼前崩塌的现实。民主党在几周内便抛弃了他，转而支持一位尚未命名的候选人来对抗再度崛起的唐纳德·特朗普。拜登的命运在二零二三年六月二十七日的一场辩论中走向了低谷，他那天的表现令人大失所望，无法恢复。 一个年老的总统嘴巴张开，难以完成一句话或一个完整的思想。这场辩论成了他的滑铁卢。当时，民主党领导人纷纷打破礼貌的沉默，公开呼吁他让位。然而，拜登比大多数人更能应对这种拒绝。作为第四十六任总统，他的生活交织着意外的胜利和难以想象的损失。他赢得了选举，也失去了选举；他建立了家庭，又失去了一部分；再重建，又再度失去。 历经磨难，拜登似乎深谙政治伙伴关系的交易性。他们有一个到期日。在华盛顿，如果你想找个朋友，拜登引用前民主党总统哈里·杜鲁门的名言说：“养条狗吧。”拜登的政治旅程始于特拉华州，他在一九七二年赢得了美国参议院席位，击败了长期担任共和党参议员的卡莱布·伯格斯。 当时拜登还未满三十岁，不符合参议院的最低年龄要求，但在胜利后几周，他便年满三十岁履职。他年轻、英俊，政治前途似乎无限。然而，在他宣誓就职之前，他的妻子尼利亚和十三个月大的女儿纳奥米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丧生，拜登的两个小儿子伯和亨特在事故中受伤。这场灾难几乎摧毁了拜登，他甚至考虑放弃刚刚赢得的参议院席位。 然而，参议院巨人之一蒙大拿州的民主党人麦克曼斯菲尔德不断打电话恳求他填补这个席位。拜登最终妥协了，每天乘坐 Amtrak 火车从华盛顿回家，这样孩子们就不会没有父母的陪伴。在家庭的帮助下，他重建了生活。1977年，拜登再婚，吉尔·拜登成为了他的新伴侣，继母和社区学院教师，也展示了他的政治才能。 拜登在参议院度过了三十六年，声名远播。特别是他作为司法委员会主席主持的两次最高法院提名听证会——罗伯特·伯克和克拉伦斯·托马斯的听证会。伯克的提名最终失败，而托马斯的确认则成为了全国瞩目的焦点。尽管拜登投票反对，但托马斯最终得以确认。拜登的总统竞选之路充满坎坷。一九八八年，他因为授权引用他人讲话而尴尬退出竞选。 二零零八年，他在爱荷华州预选中名列第五后再度退出。然而，他最终获得了终极安慰奖。当时，巴拉克·奥巴马选择他作为副总统竞选搭档。拜登出任副总统期间，尽力支持奥巴马，并成为他的密友。然而，悲伤再次降临拜登家庭。二零一五年，他的长子博·拜登因癌症去世，享年四十六岁。拜登在悲痛中选择不在二零一六年竞选，而希拉里·克林顿最终输给了特朗普。 失去权力后，拜登决定在二零二零年再度竞选。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的右翼极端分子与反抗议者之间的冲突成为他决定竞选的催化剂。二零一七年，白人民族主义者组织了一场集会，抗议拆除南方内战将军罗伯特 ·E. 里的雕像。三十二岁的希瑟·海耶尔在这场冲突中丧生。 拜登在二零二零年的竞选初期表现不佳，但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初选中，得益于非裔美国选民和民主党众议员詹姆斯·克莱本的支持，他得以复苏。拜登最终赢得了选举，获得了他半个世纪以来未能实现的胜利。拜登的总统任期内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就，他通过了旨在升级国家老化基础设施、扩大清洁能源和刺激经济的重大立法。 前克林顿政府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称：“自我记忆以来，总统们一直在承诺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支出，但没有人实现过。尽管曾暗示只会任职一届，但拜登在二零二三年四月正式宣布连任竞选，承诺完成这项工作。然而，心碎伴随着拜登政治生涯的每一步，特别是儿子亨特因毒瘾和法律问题而挣扎，更使拜登在政治和个人生活中都承受巨大的压力。” 拜登称，亨特为他的心。即使一些顾问认为亨特是政治负担，拜登依然在整个任期内将他留在身边。拜登的任期将在二零二四年一月二十日结束，他将回到特拉华州，将领导权交给下一代。如果有机会，他相信自己可以再次击败特朗普，但现在他永远不会知道了。拜登的故事是一个充满勇气、悲痛和政治智慧的传奇，他在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约瑟夫·二·拜登，常被称为乔·拜登，是美国第四十六任总统，出生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他的政治生涯跨越了半个世纪，从特拉华州参议员到副总统，再到总统。拜登的政治旅程充满了意外的胜利和痛苦的损失。拜登的政治生涯始于一九七二年，当时他以二十九岁的年龄击败了共和党参议员卡莱布·伯格斯，成为特拉华州的美国参议员。在当选后不久，拜登的妻子尼利亚和十三个月大的女儿纳奥米。 在一场致命的车祸中丧生。这次悲剧让拜登一度考虑辞去参议员职位，然而在同事和家人的支持下，拜登选择继续服务，并每天往返华盛顿和特拉华州，以照顾他的两个小儿子伯和亨特。拜登在参议院的三十六年中，担任过多个重要职位，其中包括司法委员会主席。 他主持了美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两次最高法院提名，分别是一九八七年的罗伯特·伯克和一九九一年的克拉伦斯·托马斯。他在听证会上的表现显示出他对法律和政策的深刻理解，但也引起了不少争议。拜登曾两次竞选总统，分别是在一九八八年和二零零八年，但都未能成功。一九八八年，他因为未经授权引用英国工党领袖的话而退出竞选。 二零零八年，他在爱荷华州预选中名列第五，随后退出。然而，他最终在二零零八年获得了巴拉克·奥巴马的青睐，成为副总统，并在二零一二年再次当选。拜登的副总统任期也充满了挑战和悲痛。二零一五年，他的长子伯拜登因脑癌去世，这对他和他的家人是巨大的打击。然而，拜登在二零一六年选择不竞选总统，让位给希拉里·克林顿。 在二零一七年夏洛茨维尔事件后，拜登决定在二零二零年再次参选，并最终击败了时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其总统任期内，拜登面临着新冠疫情、经济挑战以及国内外的多个危机。然而，他在国会中通过了一些重要的立法，包括大规模的基础设施计划和清洁能源法案。拜登的家庭生活也充满了挑战和争议。 他的儿子亨特·拜登因涉及毒品和法律问题而多次成为媒体聚焦点，但拜登一直对他的儿子表示支持，称亨特为他的心。拜登的政治生涯和个人生活交织在一起，充满了高峰和低谷。无论在职场还是家庭生活中，他都经历了无数的挑战，但依然坚持不懈。他的故事既是一个政治家的传奇，也是人类精神的见证。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舒、谢琪琪，我是楚天舒，我是谢琪琪。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我们要谈谈约瑟夫而拜登这位有缺陷但坚韧的政治家。有人说他太老了，无法胜选，但看看他在白宫期间的成就。 基建法案、清洁能源、疫情经济刺激，这些可都是实打实的成绩。你说他太老，我说他是个经验丰富的战士，能够在困难时刻带领国家前进。别忘了，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是在高龄时带领美国走出大萧条的。哈，楚天舒，你真是个乐观派。拜登的成绩。 你也说了，他的年龄问题已经成了无法回避的瓶颈。在辩论中，他当场卡壳，这可是全国直播啊！还有他的儿子亨特，不是什么光彩的家庭故事吧？再说他的基建法案，真有那么神奇吗？你知道全美有多少条路还在计划中吗？这些都是纸上谈兵。拜登可能是个好人。 但好人不一定是好总统。其琪，拜登的确老了，但他用行动证明了年龄不是问题。他的政策让美国基础设施焕然一新，这可是过去几十年都没人能做到的。至于亨特的问题，这是拜登个人的家庭困境，并不代表他的政治能力。事实上， 拜登在处理国际关系、应对疫情上的表现，比起他的前任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你还记得特朗普在疫情初期的表现吗？拿消毒液开玩笑，这可是公开的笑话啊！楚天舒，你说的那些基建项目，现在有多少是真的在运行的？很多还是在计划和预算里。 至于国际关系，拜登撤军阿富汗的操作简直是灾难，这一点你要怎么解释？他让塔利班迅速重掌政权，造成了无数混乱和危机。还有，疫情中的政策变来变去，很多小企业都苦不堪言。拜登的确有他的成就，但这不是一个老年总统应该犯的错误。奇奇，我不得不说。 你对拜登的批评有点过于严苛。撤军阿富汗的确有些混乱，但这是二十年战争的结局，不可能一帆风顺。拜登有勇气结束这场无休止的战争，这一点值得肯定。至于疫情政策变来变去，这是根据最新的科学数据调整的，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做的。而且拜登的团队也在不断改进，让经济逐步回暖。 不要忘了，他在短短一任内通过了这么多重要法案，这可是很多总统都没有做到的。楚天舒，你的变通能力真是让人佩服。可是现实是无情的，拜登的年龄已经让他在关键时刻失去了竞争力。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拜登的决策都让人觉得他已经力不从心。 就像你说的，他的团队在改进，但时间不等人。他对手们可没在休息，更何况年轻一代的领袖早就应该上场了。拜登在二零二零年说自己是桥梁，现在这座桥已经该让渡了。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好啦，让我们把这段时光机开回到拜登的历史回顾上。约瑟夫 ·R· 拜登曾经被视为是个年轻的政治新星,星，如今却因为年龄问题而陷入政治困境。从年轻的参议员到副总统，再到总统，他的政治生涯宛如一部充满戏剧性的好莱坞大片。拜登的故事。 它不仅是一个人如何在政治舞台上起伏跌宕的故事，更是一个人的坚韧和情感旅程。拜登的政治起点可以追溯到一九七二年，当时他以二十九岁的年龄当选为特拉华州的参议员。这位年轻的参议员在上任前经历了一场家庭悲剧，妻子和女儿因交通事故去世，两个小儿子也受了伤。 这个经历使拜登在痛苦中重建了生活，并在弟妹的帮助下抚养儿子们。这段经历展示了拜登的坚韧和家庭价值观，也奠定了他未来从政的基础。拜登在参议院的三十六年中，他的名字与两次著名的最高法院提名听证会紧密相连，一是罗伯特·伯克的提名。 拜登在听证会上不断逼问伯克的保守法律观点，最终导致伯克提名失败。另一是克拉伦斯·托马斯的提名，尽管托马斯面临性骚扰指控，但最终还是获得了确认。这些事件不仅提升了拜登的全国知名度，也让他在政治圈中树立了自己独特的形象。拜登的两次总统竞选失败。 特别是在一九八八年因抄袭丑闻退出竞选，这些挫折并没有让他放弃。他在二零零八年再次竞选，虽然又一次失败，但这次他获得了巴拉克·奥巴马的青睐，成为副总统。这让拜登有机会在国家层面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并成为奥巴马的得力助手。作为副总统， 拜登的职责包括处理一些最棘手的问题，并在一些重要决策中发挥关键作用。例如，他在2012年率先表态支持同性婚姻，这一举动引起了一些争议，但也展示了他的勇气和决心。然而，拜登的副总统任期并非一帆风顺，他的儿子博在2015年因癌症去世，这个打击对他来说无疑是巨大的。2016年。 拜登选择不参加总统竞选，将机会让给希拉里·克林顿。然而，克林顿在选举中败给了唐纳德·特朗普。随后的四年中，拜登决定再度出山。这次他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所谓的国家的灵魂。二零二零年。 他在初选中表现不佳，但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初选中逆转了局势，最终赢得了民主党的提名，并在总选举中击败了特朗普。拜登的总统任期充满了挑战，但他也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就，如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突破、扩大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并刺激因新冠疫情而受挫的经济。 他在二零二二年中期选举中保住了参议院的控制权，这让他更加坚信自己有能力领导国家。然而，拜登的年龄成为了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在一次与特朗普的辩论中，拜登的表现不佳，这让他的支持率大跌，最终导致他所在的政党抛弃了他，转而支持一位尚未命名的候选人。拜登的崩溃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但他的故事将永远被铭记。他的政治生涯充满了胜利和失望，家庭的悲剧和重建，以及对国家和人民的无私奉献。拜登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坚持不懈，就能在困境中找到光明。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网友与六度 AI 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网友可以参与讨论，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 world，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